塞南摩林智海为
清净在说法舍利佛，彼土恒，故名为极乐。极乐众生无有穷苦难受住了，故名极乐。有舍利佛，极乐国土，极中难顺，极中乐王，极中含殊，皆是之宝，周匝围绕，是故彼国名为极乐。有舍利佛，极乐国土有极宝，自把功德水充满其中，是地尊尼金沙菩提，是遍皆大金银琉璃玻璃和尘香有楼阁，第一金银琉璃玻璃色即色诸玛瑙尔央是指是中莲花，大如色轮，金色金光，黄色黄光，紫色紫光，白色白光，微妙三界舍利佛，极乐国土神咒如是功德庄严，有舍利佛，彼佛国土神咒定音。昼夜六时一点曼陀罗哇，其度众生常以净灯各一一个，三种妙哇供养他方四王一波，其一时时广道本国凡至净心舍利波，其乐神咒如是功德庄严，普施舍利佛，毗卦香有种种奇妙迦摄智鸟，毗诃宫并无舍利迦陵，并且共鸣之鸟，持诸种鸟昼夜六时诸河夜莺及莺燕声，甘无离悉菩提方，八相道方如是等法，极度众生万事应依。念僧舍利佛，度度为持鸟，时时垂宝所生所依者何？彼佛国土无上恶道，舍利佛，即佛国上无恶道之名和光，有时时诸种鸟，皆是阿弥陀佛以灵现。金流变化所作舍利佛，毗婆瓜度归方垂动，诸宝含殊，即宝罗王，诸微妙音，譬如百旋众耶，是即作万事因者，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僧，自心舍利佛，即瓜度神咒如是功德庄严，舍利佛以应何彼佛何故后阿弥陀舍利佛，彼佛光明无量照射梵国，说障碍是故后为阿弥陀，有舍利佛，彼佛寿命及其人命无边那算计，皆故名阿弥陀舍利佛。阿弥陀将佛以来已经世界，有舍利佛，彼佛有无量无边上万地之界，阿罗汉辈世诸智所能持，诸菩萨众亦不如是，舍利佛，彼佛神咒如是功德庄严，有舍利佛，极乐国土众生神者，皆是阿毗跋致，即众作一身菩提，即殊胜多非是顺数所能持，自能各异无量边那僧伽说舍利佛，众生闻者应当发愿，愿上毗，所以者何？得以如是诸圣承认，即为一诸舍利佛，各以消障感普得愿，愿得生彼国舍利佛。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知之名号，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乱，即名众是
阿弥陀佛，依旧神中见在即见者人中，是行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说是人若有众生闻是说者，应当发愿常彼国土舍利弗，度我今当将当阿弥陀佛，不可舍利功德舍利。本已有阿修毗婆须弥僧婆达须弥婆须弥观婆妙音婆如是等行萨埵诃婆诃夷即过诸观尘世间遍覆三千大千世界所生是因土等众生等心是生不可舍利功德一切诸婆舍诃念经舍利婆难分支有日夜等佛名观观佛大眼前佛水弥等佛无量清净佛如是等恒萨埵诃婆诃夷即过诸观尘世间遍覆三千大千世界所生是因土等众生等心生长不可舍利功德一切诸佛舍诃念经舍利佛悉分支无量寿婆无量尊婆无量尊婆大观婆大明婆宝身婆净观婆如是等恒萨埵诃婆诃夷即过诸观尘世间遍覆三千大千世界所生是因土等众生等心是生长可舍利功德一切诸佛舍诃念经舍利弗悲愤有眼见婆随身应婆难取婆日上婆万名婆如是等恒河沙所求婆可以及主观真实间遍覆三千大千世界所生是因土等众生等心是生长舍利功德一切诸佛舍诃念经舍利弗下凡世界有是者佛名观佛名观佛达摩佛跋转佛智观诸舍等恒河沙所求佛可以及过诸观尘世间诸三千大千世界所生是因土等众生等心是生长不可舍利功德一切诸佛舍诃念经上观世界有幻影婆娑万婆上神婆上观婆大眼前婆大色宝瓜眼前婆娑罗受观婆宝瓜等见一切依婆如须弥善婆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各一切诸观尘世间遍覆三千大千世界所生是因土等众生等心是生长不可舍利功德舍利弗依度依因何故名为一切诸佛舍诃念经舍利弗多有善男善女人闻是尽受持舍即闻诸佛名者是诸人诸善女人皆为一切诸佛之舍诃念皆得菩提转离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舍故舍利弗当皆能尽受我以及诸佛说说舍利弗多有人离拜净法眼等法眼离身阿弥陀佛果者是诸人等皆得菩提转离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以身若今身若当身是故舍利弗诸善男子善女人若有尽得当发愿常彼国土舍利弗度我今得将当诸佛不可舍利功德彼所当以身将我不可舍利功德而说是因释迦牟尼佛能为善男稀有之事能说破国土无著二世界所见说法
烦恼者，众生者，命者，众德妙德拉僧妙善菩提，为诸众生所持一切世间难尽十方舍利佛当知，离无作恶事，尽此能事得妙德拉僧妙善菩提，为一切世间所持难尽十方为善难知佛所尽一切舍利佛祈求比丘一切世尊等人那舍罗当闻佛闻是尽所作利而随佛说阿弥陀经，八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多罗尼。南无阿弥陀佛，耶陀耶陀耶陀帝耶达阿弥利陀婆毗阿弥利陀悉檀婆毗阿弥利陀毗迦兰帝阿弥利陀毗迦兰陀毗羯羯那主陀迦毗娑婆诃。南无阿弥陀佛，耶陀达耶陀耶陀帝耶达弥利陀婆毗阿弥利陀悉檀婆毗阿弥利陀毗迦兰帝阿弥利陀毗迦兰陀揭弥尼揭揭主陀迦毗娑婆诃。南无阿弥陀佛，耶陀达耶陀耶陀帝耶达阿弥利陀阿弥利陀悉檀婆毗阿弥利陀毗迦兰帝阿弥利陀毗迦兰陀揭弥尼揭揭那主陀迦毗娑婆诃。
光体无边舍南无阿弥陀佛。
佛，南无阿弥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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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阿弥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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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弥陀佛，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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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弥陀佛。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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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佛说阿弥陀经大义。尊敬的诸位同修，诸位护法，大家早上吉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今天在借这个共修啊，这短短的时间，
再跟大家来学习啊佛说阿弥陀经大意。如果有讲不对的地方啊，请大家多多批评啊，我们一起在学习。最主要的，我们能够把你们的精神意志啊，能够集中在这个学习当中，我相信呢，我们大家能够得到利益，因为这一部《佛说阿弥陀经》啊，虽然这个分量很少，但是内容啊，字字啊，都非常的重要，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把你们的万言放下，把这个短短的时间啊，我们呐、啊，把这个精神意志集中在学习啊。前两天有一位沙弥尼啊，一个出家人尼众。阿弥疫情之前呢，去到处啊，去访问、学习，提出了一个问题啊，来问我。他说啊，看到很多地方，真正在修行的不多。啊，每一天搞是非人我的，每天呢、啊、都在造口业的，那个确实真的很多。而是最严重的呢，那个分别心呢、啊、非常严重。为什么在一个寺庙里面会出现这个样问题？错在哪里呢？为什么人会有分别心这么重？当然了、啊，如果分别心都没有了，你就成佛了嘛。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其实这个答案很简单啊，人为什么会有分别心？为什么呢？哦，为什么要有分别心呢、啊？用简单来讲话，我们那个这个《大乘经》里面不是有讲吗？只要你能够把妄想、分别、执着能够放下，你就成佛了。而且分别心是最难的。为什么人会有分别心？很简单，其实这个道理跟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其实如果你去思维、哦、你就明白为什么我们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分别心从哪里来的？什么原因呢？心量小嘛。很简单嘛，你的心量很小，心胸狭窄，才会出现跟人家对立，还有分别心，才会出现啊，对事、对人、对物会产生的计较。
所以分别心很难修，修难在哪里？我们自己本身都没有去解悟到。这个事情很简单，心量啊，那个心量啊，太狭窄了。每一件事，看到每一次的处事待人觉悟，几乎都是跟人家计较。所以你要修分别心，不分别心，你首先把你的心量进入跟大海一样，所谓的量作沙界嘛。你的心一定要像跟阿弥陀佛一样那样，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都是跟我们是一体的。你能够这样的分析来对自己的修行，你会进步很快。再加上我们没有老师在旁边的指点，今天如果你像弥勒菩萨那种度量啊，然后量大福大，那事情就很简单了。所以以前呢，我的老师啊，他常常提醒我一件事，他说啊，你的心像什么？像这个拳头啊，这么大小。如果你今天要成大事，你想要成就，你每一件事情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你要把这些事情全部容纳在你的心里面，你会很难受的，你会很辛苦的。所以一定要把你的心跟大海一样，你才能够有很大的成就。你老师说的真的很有道理。我们在外面，或者我们在这个道场里面，有时候做一些服务啊，做一些事情，我们会遇到很多让我们很难受。所以人家问我，常常讲别人的坏话，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这个就是有问题的人。如果他不是有问题呢，他不会这样的批评啊，说人家的坏话，这些种种的，就是说明这个人有问题，修养有问题，德行有问题。有修养的人，他会每天讲人家的坏话吗？想要控制别人吗？不会的。所以有修跟没有修有区别。所以我的老师常常提醒我，你的心量要跟大海一样。遇到什么事情，你才不会很辛苦。要不然啊，你的心像那个拳头这么大小，你走到哪里，这个你也要，这个你也计较，这个你也对立，你说你辛不辛苦啊？很辛苦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学佛，特别是念佛法门，常常跟大家提醒，你的心一定跟阿弥陀佛要一样，你的行一定要跟阿弥陀佛是一致，你的愿一定要跟阿弥陀佛同愿。所以为什么中峰果师在三十七念里面告诉我们，你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你，让我们指定下来，你本来就是阿弥陀佛的，那今天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这个问题很多哦，在修行当中啊，有时候出现这些很多问题啊，我们又没有老师在旁边的指点，所以为什么我们每天要不断的听经闻法？我已经跟大家讲过，你要开智慧，
你首先一定要不断的听经闻法。下面会跟大家讲为什么闻法很重要。哦，所以从今天开始，走到哪里，你要把你的心量啊，就如同啊大海一样，像这个大地一样。你看这个大地，人家怎么对待他，他从来没有跟你说不一个字。所以为什么地藏王菩萨以地这个名来取这个名字，就是说他的心量，他的愿心才会出现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所以以前我问过我的老师啊，哎，我说师父，你以后百年后要去哪里？西方极乐世界没我的份。地狱都是我的份。哇，师父，你这个愿这个不得了，什么意思？哦，这个什么意思呢？哎，这个你慢慢就了解了啦。意思是说他的心都是在众生，就是说我的心时时刻刻的就是见来以众生为本。你想一想那种心量，所以人家到现在长寿健康，你看我们师父上来不是一样吗？所以斤斤计较的人哦，你看几乎第一个福报损失了，第二短命。真的，如果不是短命的话，长寿很多病，而且障碍很多。现在看还没看得出来，时间未了，时间到的时候你就明白了。所以心量要大，心量大的人业障就消了，心量狭窄的人业障就来了。这个也未修的人就不一样，所以要懂得要修哦。这个简单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这个是一个你种的出家人，刚刚出家大概四年，到现在他不想受比丘尼戒，他还在要学习，还没资格，所以谦虚，这个简单跟大家做一个介绍分析，能不能接受，能不能做一个我们自己的学习的参考，那就看个人了，这个是我以个人的修学来跟大家分享量大福大我们做三十七年量周杀戒所以回到家里看到一切人看到一切物，他就是阿弥陀佛，那你把这个心量扩大了，事情容易办，哪怕是有时候心里难受，但是没关系，我相信我们会有很大的一种自在解脱。好，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介绍这个佛的常随弟子1255人，以16位大弟子以代表今天要介绍的呢第九位大家如果脚酸可以放腿不要太严肃太严肃我也是也不好意思放松一点这个叫做放松这个放松一下大家学习佛法现代不一样了那第九位是谁呢？阿难陀。这个阿难陀尊者我们大家都知道，他在这个四家族里面，而阿难跟释迦牟尼佛是什么关系呢？这个阿难尊者跟释迦牟尼佛的关系是堂兄弟。
说明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呢，可以说啊，非常的密切。后来呢，阿难出家，做释迦牟尼佛的侍者，来服务、来照顾啊，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日常的起居。所以，什么样的事情，每日的生活种种的，就是阿难尊者在管理的。哦，所以我们一般讲叫做秘书，哦，现代化了哈。哦，这个，所以阿难尊者的福报真的很大哎。你看，能够做释迦牟尼佛的侍者，出家从头一天到佛入涅槃，一生从来不离开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走到哪里，他就跟着到哪里。所以你看，那福报很大哎。那个佛哎，不是一般菩萨哎。无量劫以来所修学的，在印度世间成佛。所以啊，要做侍者不是那么容易，你要有很大的福报。第一个，那阿难尊者的最大的福报是什么？下面会跟大家说明。他最大的福报，如果今天没有阿难尊者，你看。今天我们闻到这个净土法门，你说有没有这个机会？没有。而阿难的这个福报啊，来贡献给我们一切众生分享。所以没有福报很大的人，没有很有能力的人，要做佛的侍者，那个很难。我以前认识了我们老和尚啊，我一直很想动这个妄念，这个念头，我很想做我们师父的侍者，一直动这个念头，知道吗？后来在台南这个机会来了，但是后来还是没有福报。很想，我不是因为要跟他去到处跑，不是，因为我很想学习，有在老师旁边，你看。特别是修这个净土，有什么事情我们会请教老师，老师在旁边的教导，我们进步很快啊。但是没有这个福报，真的没有这个福报。哦，连我的老师在山上的那个94岁的，我想做他的侍者，他也不肯。他喜欢习惯一个人生活了，他不习惯有侍者啊，真的，他一个人真的很简单，日中一食，一天只有吃一餐，自己处理。哦，所以没有这个福报。这个阿难尊者真的有这个福报，所以啊，一生照顾释迦牟尼佛。那在这个地方啊，我要跟大家提醒一件事啊，在这个佛典故事里面呢，有提出了一个公案，就是释迦牟尼佛的钵。释迦牟尼佛的钵那个很重的，又很大。哦，如果没有一个力气很大的人啊，很辛苦啊。你看，每一天释迦牟尼佛要出去托钵，好远，要走一趟路，好远，出去又回来。你说，如果没有力气大的人，行吗？很难。阿难尊者的力气很大。那为什么释迦牟尼佛的钵很大又很重呢？为什么？为什么呢？不是。他钵空的哦，很重哦。那释迦牟尼佛的钵很重啊，像我的钵，我有自己出家人的钵啊，
只是这边没有机会用得到而已啊。我在印尼有用得到啊，每天吃都用那个钵吃的。哦，我们出家的每个人都有这个钵。哎，那释迦牟尼佛这个钵从哪里来的？听说哈，这个在这个佛典故事里面呢，这个有一次释迦牟尼佛成佛啊，要出去托钵，但是没有钵，而这个被四天王，就是我们讲的四大天王知道了。所以四大天王啊，每一个天王啊，东方天王、西方天王，每个人拿一个钵到释迦牟尼佛的住处，哦，想要供养。但是释迦牟尼佛要平等啊，如果今天他接受东方的钵，西方天主会不高兴，如果接受西方的，北方天主会不高兴，那怎么办呢？把这个四个钵用那个这个神力啊，释迦牟尼用这个神力把它连在一起变成一个，虽然他天主在天界，但是那种执着的心态还有，所以释迦牟尼佛为了平等，把这个四个钵连在一起，所以那个钵很重啊。啊，所以师父的那个钵啊，小小的又轻啊，虽然不是轻了，但是拿起来是蛮重的，但是像释迦牟尼佛那个很重的，不是一般人能够受得了。一次出门好远啊，难啊难啊，自己本身有这个能力，他力气大，所以每天拿着这个释迦牟尼佛的钵出去托钵，他有这个能力。你想一想，二十几年下来，每一天都是这个样子的。哦，啊，所以以后呢，我可以在这边试试看，拿这个钵出来。看看谁要来供养啊，这样哈，哦，这个蛮有趣的哦。哦，我们雪梨净宗协会没有遇到这个事，所以在这个《佛说出家功德经》里面，啊，也为我们说明，一个人能够短期出家，或者他出家一天的功德有多大呢？所以我希望以后这个疫情过后哦，我们雪梨净宗协会可以来办7天10天短期出家，你众不用剃头，男众可以剃头的。啊，受这个沙弥礼仪啊，每天讲课听经啊，念佛啊，以这个《佛说出家功德经》这一部经为主。啊，师父本来还没疫情之前，师父的道场要办这一个给大人的，没想到疫情来了，因缘没有记住。以后呢，我们这边呢有因缘可以办，还是以念佛为主。哎，7天10天很快就过了，你想想一天哦，功德也有多大。佛说出家功德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啊，所以非常难的啊。这个就是阿难尊者啊，做这个释迦牟尼佛的侍者。那现在啊，我来介绍阿难尊者这个名字是怎么取的呢？阿难的名字啊，它原本是古印度话，那翻成中文，阿难的意思是什么呢？他的意思啊，就是庆喜，啊，庆祝的庆，欢喜的喜。那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呢？因为啊，释迦牟尼佛成道日的那一天，而这个成道日呢，传这个信息传到这个他的家属，到这个皇宫来。啊，释迦牟尼佛已经成佛了，正好阿难出生，
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呢，大家取他叫做阿难，意思叫做庆喜。后来出家，所以我们中国啊，有宗教有派，有分为十大派，在中国，除了禅宗啊，这些十大派宗教叫做称为什么？教下。啊，教下的初祖的祖宗是谁？那是阿难尊者啊。所以在佛法，在佛这个弟子当中，阿难尊者是表法什么？教下。所以你看那些南传的佛堂，叫泰国，或者我师父的一些道场，释迦牟尼佛旁边就是谁？阿难跟谁？迦叶尊者。阿难代表什么？教下。迦叶代表什么？禅宗戒律。威就是这个意思。所以都有表法的。阿难呢就是这个表法。这个简单呢来为大家介绍这个阿难的名字怎么取得来头。大家可能会比较容易。我们懂，但是有一些人不知道。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堂兄弟里面，他是年纪是最老的，就是说老大。那阿难尊者呢是排最大的，最第几的呢？最小的。所以释迦牟尼佛跟阿难尊者他的年纪相差几岁呢？20岁。所以释迦牟尼佛要度他出家的时候，阿难尊者提出了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对，他说释迦牟尼佛，你曾经所讲的这些的经典我没有听过的，求佛陀重复再讲一遍，佛陀答应我出家。说释迦牟尼佛答应他，哦，好，我答应你，我有时间慢慢为你说。所以阿难尊者在佛弟子当中听佛讲经最圆满的、最完整的就是他了，没有一个比阿难尊者，因为佛走到哪里就跟着到哪里啊。所以在佛弟子当中大家称为他什么？多闻第一，就是这个原因。那什么叫做多闻第一？下面会跟大家说明。所以这一段我们一定会知道，大家都知道，但是有一些人可能需要跟大家简单来说明。那在这个地方啊，有一个问题我们一定要注意的。阿难尊者啊，他的特别的专长是什么呢？而且刚好跟周立盘特165度、相反的啊。大家都知道周立盘特的注意力很差。那个下下根的要一笨呢、很笨的那一种。刚好相反，跟阿难尊者。大家都知道阿难的头脑啊很棒，很好。而且他的记忆力大家都知道在佛弟子当中是排第一的，没有人能够超过他的。佛讲经他听一遍永远记住，一个字也不漏掉。
释迦牟尼佛怎么讲他就怎么记录，一字也不落掉，不增也不减。你想一想，这个脑是像什么？像电脑录音机一样啊。哦，天底下有这种天才耶。有时候电脑会坏，有一点那种那个有时候也有种问题哦，故障啊，这个哦，阿难尊者不会哦，一句都不落掉。那像师父现在讲经所录起来的，录起来里面跟师父所讲的一模一样，不增也不减。阿难尊者的脑就是这个样啊。所以这个福报，这个福报不知道怎么修的，你想一想。哦，这个不是普通人呢。我们哦，每一天哦听了几十遍，不但也记不起来，常常忘记。哦，不要说别人了，听经了，有时候你看我们年龄越来越大，记忆力越来越衰，你说呢？所以有一些很重要的事哦。不能记起来哦，要写起来哇，不然的话，我的户账户口里面的剩下多少也不知道，密码有多少也不知道，你说呢？哦，所以师父常常遇到一些啊，我们这个居士哦，还没人都还没走，开始写遗嘱。这个财产给谁，这个财产给谁啊？有时候到我的寺庙啊，因为师父哦很开放，开放的意思就是说啊，你要来找师父啊，我很容易，所以师父呢啊，这个礼拜天礼拜六或者其他的时间啊，很多人有时候来找师父，有时候啊问一些佛法啊，所以他们知道啊礼拜一是师父的礼拜天的时间，就是礼拜一师父 不想跟人家见面，除非很重要的事，喜欢做自己的事。除了礼拜一，师父时间都是很多，常常跟这些人老师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护法啊，一些谈谈一些佛法啊，有些居士啊提出这个问题，这个遗嘱怎么样怎么样，说啊，你们那、怎么提哈、是你们的事啊、但是师父那一份你们不要忘记。哦，这个厚脸皮啊，哦，这个，哦，这个，哎，我这有开玩笑啦，说需要啊，需要一些放松一点啦哈、我说啊，这个哈、懂得布施是好。你今生留下这些就是你的福报，但是你也要为你将来铺路啊，虽然你只是行善人天福报啊，不到想到西方极乐世界，但是这个布施对你来说也很重要。为什么？这个布施出去将来会有利息，而且将来都是你的啊，几分啊供养啊，交代给自己的儿女，几分啊你自己要去帮助那一些需要帮助的人，也不一定到道场，看哪一些人需要，老人院啊孤儿院啊，哪一些人病人啊需要的，你去供养帮助那一些人需要的啊，这些都是你的啊，所以财又懂得用，你不要一直在挤在里面啊，死也带不走，生不带来，死不带走。啊，以后啊，谁来为你花呢？啊，如果你的儿女孝顺的话，哎，不错，为你修复。啊，儿女不孝顺怎么办？那死路就掉了，死路一条了。哦，这个事情哦，我们一定要懂得布施供养。哎，真的哦，所以啊，
有这个机会，所以新加坡啊，昨天有一位居士他说要办这个佛衣啊，租一个地方大概1200块的新币，我说有没有人供养，现在还没，哎，给我机会来供养吧，哎，1200，好，我来供养啊，看看啊，我的钱包还有多少，哎，啊，这个啊，这个里面还有，哎，供养出去，哎，给100多个人能够聚会在里面念佛，好事啊，啊，能够减少给别人的这个压力也是好事啊，啊，看你的能力，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都是一样的，都是布施，哦，因为我们所讲的万般将不去，唯有，对啊，所以能够带得走的分秒必争，带不走的尽量放下，哦，那但是呢，不管你的头脑好还是头脑笨，我们老师傅讲啊，我们师父上人，只要你信心精进，老实听话，依教奉行，你都会有成就的。而最大的就是你能够听话，这个听话的意思是什么呢？你会有成就的。我们常常听我们师父上人讲，什么叫做听话？听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教你放下的意思。我们今天现在很多出现在哪里？关键在哪里？我们很多事情放不下呀，舍不得啊，看不破，以为这个身是我的，以为这个东西是我的，以为这些全部都是我的，其实啊，哪一件东西是你的？没有，连这个身体你都带不走，何况外面这些身外之物，你何必这么辛苦呢？啊，这个是我的，你一定要听我的，哪一件是你的？连这个道场也不是你的，所以不要去为了这个事情给自己压力辛苦。所以为什么会有六道？六道的根源在哪里？在哪里？执着啊！六道轮回的根就是因为你有执着。为什么有一些人到三恶道去？有什么为什么到三善道去？执着的关系。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师父上人常讲，你要懂得叫做老实听话。而老实听话建立在哪里？你能不能放得下？你看那个龙尼几岁成佛？八岁啊。在法华经有一品叫做提婆品，有为我们说明出来啊，他是怎么成佛的？他是怎么成佛的？在老师文殊师利菩萨的导下，就是他的教导，而文殊师利菩萨在龙宫，你想一想，龙是畜生道，哎，只是福报比我们好，在龙宫听文殊师利菩萨讲经，听了之后马上觉悟，明白了，觉悟了，哦，明白了，什么觉悟，什么明白，就是把行门立刻成就了。他为什么会明白什么叫做行门？行门是什么？这个佛教用词里面大家一定要知道，行门是什么？行门的用现代化来讲，就是放下的意思。他听经听明白了，文殊师利菩萨怎么说，他听话，老实，他放下，他立刻做到了。所以大乘经里面跟我讲，
你能够把妄想分别执着而能够放下，你就是成佛了。道理很简单了、问题现在我们比什么样的人都放不下，关键就是在这里，障碍就是在这里，眼睛看到的有没有放下？没有，看到的都是落印象，而这个印象将来变成我们的障碍。耳朵所接触的也是落印象、执着、分别、妄想，你看通通都记住了。所以我们为什么今天念佛，一万当中念佛的人找不到一个人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是因为祖师大德的问题，是因为我们自己关键太多东西放不下，没办法呀。所以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知道。你看那个华严经末后，我们有看到谁？善财嘛，善财一生圆证无上菩提，就是成佛。而他得这个根本智在哪里？在哪里得根本智？文殊师利菩萨、根本智的意思是什么？根本智啊，根本智的意思就是得清净心，容易懂。他得到清净心，在这个文殊师利菩萨的教诲，他为什么会得到清净心？看破放下呀。所以有很多事我们学佛的人啊不懂啊，怎么修，所以修了一辈子就是这个样子。像昨天有一位居士来找我，跟我讲很多他修行的心得的报告，但是我告诉他不要着相，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都是假的，善恶也都是假的，不要去执着这些，你的境界你就提升了。好，所以啊，从这个地方在佛法里面说啊，无论你是上根立志下下根的，只要你真正修行，真正好好的一门深入，长时熏修，特别是念这一句阿弥陀佛的名号，你会成就。你要相信这个事情，我们必须要相信的。只要你真的，你正真认真，只要你真的想要超越六道轮回往生西方净土的，你只要真的落实听话。所以有一些人跟我说，师父念佛很难啊，难在哪里呢？念佛难吗？为什么这么难得到这个利益呢？难在哪里啊？我们很多人啊，难在哪里？难在持久。他常常断续啊，一天念佛，两天休息，两天念佛，一个星期请假，你说呢？像大势至菩萨《圆通章》里面不是讲吗？什么叫做净念相续，不假方便，智德心开，净念相续。我们常常断续啊，这一句名号是最容易的。为什么你会断续呢？因为你对这一句名号没有信心，所以没办法持久。念佛啊，是一步一步的累积，我们不是上上根的人啊，我们是下下的，我们呢一步一步的累积下来，
在念佛当中常常遇到一些境界，很正常。那持久不难，难在哪里呢？难在一心。所以啊，一心其实不难，难在你自己没办法专，你没有把这句阿弥陀佛放在你的心上。像比如说你们现在在这里，人在这里，心有没有在这里？到处乱跑。你不相信吗？你想一想，你一支香，你去看看你的念头妄念动念，这个有多少人在这里呀、啊？但是要心哦，跑到哪里去了？有一些更严重的啊，比如说法师敲地钟，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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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才跑回来。结束了哈、哦，结束了哈、哦。很多人有这种的事情啊，哦，整天想到，哎呀，外面的工作还没做完啊，这个要处理这个，处理那个。所以没办法呀。像我以前刚刚到台南，我遇到两位老菩萨，我说老菩萨念佛怎么样？哎，很好很好。哎，忝未？累不累？啊，不累不累。哦，这么厉害哦。啊，我说你在念佛的时候是坐着还是盘腿？盘腿。他说坐着。哎，啊，你坐着舒服吗？舒服啊。啊，有没有睡觉？有啊。有啊，啊，念着念着睡着了，哦，难怪他说念佛很舒服，原来他是来睡觉的。哦呀，你看啊，人家地钟结束了，再起来，啊、结束了哈，啊，念佛了哈，啊，是啊，哦，所以呢，啊，在这个地方啊，我们呢、啊、一定要知道，其实念佛不难，你要学专心。学专才能够达到一心，所以你看那个周立盘的，他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就是因为他专心，把他的精神意志集中在扫把，集中在扫地。那我们今天的根性比他好，你能够把你的精神意志集中在这句阿弥陀佛，当要念佛的时候，万缘放下，念头起来不要管他。只要你把它抓回来，专注在这句阿弥陀佛，你知道就好啊。这个念头又起来了，不知道跑到哪里去，哎，不要管它。你越管它，又起了一个执着，哎，起来的时候你就把它拉回来，哎，专注。所以师父在念佛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拿着念珠。虽然我没有跟着念珠念，但是起头念头来的时候，嗯，我在念佛。有时候我跟他讲，哎，我们商量一下。哦，我知道你现在到处要跑啊，因为我们习惯了嘛，这个念头习惯了，到处跑啊。但是现在我万缘放下，半个钟头我就半个钟头万缘放下，专注在这句阿弥陀佛，把心放在这句阿弥陀佛。当这个念头起来的时候，嗯，我知道啊、哦、你耐心一点啊、哦，对，我要念这句阿弥陀佛。这样沟通啊，哎，感觉不错、哦、不用去理他。所以啊，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所以念佛其实不难，难在哪里？难在我们自己。所以老和尚曾经讲过一个故事，他说两种人念佛的人很容易成就，哪两种人呢？时间到了、哦、这个时间到了、哦、啊，这个下个星期啊，我再来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哪两种人呢、啊、念佛最容易成就的、哦、啊，今天呢、啊、我就讲到这里啊，如果有不对的地方啊，请大家多多批评啊，祝大家六十吉祥，老实念佛啊，同生
极乐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谢谢和尚慈悲开示。下面我们继续念佛。西方极乐世界
佛，阿弥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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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佛，阿弥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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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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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陀佛，阿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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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陀佛。愿生西方净土九平英莲花为护生啊。
紧放腿。Amen.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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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
佛。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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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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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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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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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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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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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恭敬老和尚慈悲开示，玉南已翻译。恳请老和尚慈悲开示cho chúng con。Trì danh tức là thủy giác hiệp bổn. Trì danh tức là thủy giác hiệp bổn. Một khi đã biết được chân tướng sự thật, chúng tôi tin rằng quý vị sẽ không ngừng niệm câu Phật hiệu. Thế thì thủy giác hiệp bổn là gì? Là đại triệt đại ngộ, minh tâm kiến tánh. Chúng ta có muốn đại triệt đại ngộ, minh tâm kiến tánh không? Dĩ nhiên là muốn. Làm thế nào mới được thủy bổn hiệp nhất? Niệm niệm không gián đoạn, niệm lâu dài, bất tri bất giác tự nhiên nó sẽ tương ưng mà mình không hay biết. Lâu bền thì gọi là công phu, không lâu bền liên tục thì không có công phu. Quý vị không cảm nhận được. Nếu mỗi niệm đều không gián đoạn, một niệm tiếp theo một niệm, thì công phu sẽ thành tựu. Nếu muốn vãng sanh thế giới cực lạc, phải mất bao lâu? Trong vãng sanh truyện Tịnh Độ Thánh Hiền Lục, chúng ta có được kết luận là khoảng 3 năm. Có người không tới 3 năm, có người thì hơn. Nhưng họ đều biết trước thời gian vãng sanh. Làm sao họ biết? Vì họ đã thấy Phật, và Phật cho họ biết trước ngày nào sẽ ra đi, ngày nào Phật đến tiếp dẫn họ. Đây là ân đức của Phật khai mở pháp môn này cho chúng ta. Mọi người niệm Phật vãng sanh nhất định đều được Đức Phật A-di-đà đến tiếp dẫn. Nếu như Phật không đến, quý vị sẽ không biết đâu là thế giới cực lạc. Đức Phật A-di-đà nhất định sẽ đến tiếp dẫn. Đây là bổn nguyện của Ngài. Ngài tuyệt đối giữ lời. Chúng ta đối với Phật chân thành tin tưởng, Phật đối với ta cũng vậy. Kinh Lăng Nghiêm có nói, nhớ Phật niệm Phật, hiện tiền đương lai nhất định thấy Phật. Lời nói này không phải là tùy tiện mà nói. Hàm ý hai nghĩa của việc thấy Phật, đó là hiện tiền và đương lai. Đương lai
nghĩa là sau khi quý vị vãng sanh thế giới cực lạc, hoa nở thấy Phật, hiện tiền là Phật đến tiếp dẫn vãng sanh. Nhưng trước đó nhất định phải thấy Phật. Phật sẽ cho quý vị biết trước thời gian khi nào Phật đến. Đây là điều quan trọng, cần phải làm. Vì sao? Nếu không thì quý vị sẽ hoài nghi. Tâm lo nghĩ lúc nào tôi sẽ đi đây? Phật có đến thật không? Sẽ có rất nhiều nghi vấn. Nếu như còn nghi ngờ, Đức Phật sẽ không đến. Vậy thì ước nguyện đi thế cực lạc sẽ không thành. Cho nên không thể có một chút hoài nghi. Khi nhìn thấy Phật, nghi vấn này sẽ không còn. Biết được lúc nào sẽ ra đi. Có một số người rất cao minh. Họ không cho ai biết. Vì sao? Sợ bị chướng ngại, sẽ làm đình trệ việc vãng sanh. Cho nên thông thường những người biết trước thời gian vãng sanh, họ không báo cho ai biết cả. Trong ảnh trần hồi ức lục, qua câu chuyện của Pháp Sư Đạm Hư, có kể đến Pháp Sư Tu Vô của Cực Lạc Tự, vùng Đông Bắc Trung Quốc. Dường như đây là người vãng sanh đầu tiên của ngôi tự viện này. Pháp Sư Đế Nhàn, sư phụ của Pháp Sư Đạm Hư, được thỉnh đến để truyền giới đầu tiên cho ngôi tự viện mới xây này của Pháp Sư Đạm Hư. Hy vọng rằng với ân đức của thầy mình, trong tương lai đạo tràng sẽ hưng thịnh lên. Thời gian giới đàn là 53 ngày. Lúc đó Tu Vô đã xuất gia, đến xin làm nghĩa công trong thời gian giới đàn. Pháp Sư Định Tây hỏi ông rằng, ông có thể làm những gì? Ông bảo, tôi có thể chăm sóc người bệnh. 53 ngày giới đàn, dĩ nhiên là sẽ có không ít người bệnh cần sự chăm sóc. Cho nên ông được phân công đảm trách việc này. Làm không được bao lâu, thì ông đi tìm Pháp Sư Đạm Hư, lúc bấy giờ là chủ trì, và Định Tây là sư chấp sự. Ông xin nghỉ làm. Pháp Sư Đạm Hư rất có tu dưỡng, từ bi đồng ý. Vì theo ông, kẻ đến chẳng khước từ, người đi không giữ lại. Còn Pháp Sư Định Tây thì không có sự nhẫn nại này. Liền quở trách ông rằng, giới kỳ chỉ có 53 ngày, ngươi đã phát tâm, sao chỉ mới có mấy ngày, lại không muốn làm? Ông cho Pháp Sư Định Tây biết là, tôi nào có đi đâu, tôi phải đi vãng sanh. Hai vị Pháp Sư nghe nói đến vãng sanh, đều sửng sốt, đây là chuyện lớn. Và hỏi khi nào ra đi, ông nói, không quá 10 ngày. Xin sư chấp sự cho ông 200 cân củi để lo cho việc hỏa thiêu. Mọi người ai ai cũng đều sẵn sàng. Ngày hôm sau ông trở lại và thưa với hai vị Pháp Sư rằng, hôm nay xin mọi người hãy gấp rút hơn để lo cho việc hậu sự. Con phải ra đi. Quý vị nghĩ xem, nếu ông không thấy Phật thì làm sao biết được ngày giờ ra đi? Pháp Sư Tu Vô vãng sanh trong thời gian giới đàn đang tiến hành, gây ảnh hưởng rất lớn đến mọi người. Ý là để biểu pháp cho những giới tử thọ giới nhìn thấy rằng, người niệm Phật biết trước thời gian vãng sanh, không có bệnh, nói đi là đi, đây là sự thật, không phải giả. Sau khi Pháp Sư Tu Vô vãng sanh rồi, thì Lão Hòa Thượng Đế Nhàn mới đến. Ông vô cùng tán thán. Pháp Sư Tu Vô không biết chữ. Trước khi xuất gia, ông là một thợ hồ. Sau khi xuất gia, sống trong tự viện, ông chuyên làm những việc mà người khác không thích làm. Tu khổ hạnh, ông làm tốt mọi việc và có tinh thần trách nhiệm cao.
hòa thuận với mọi người. Ông không biết gì ngoại trừ câu Phật hiệu. Câu Phật hiệu này có lợi ích rất lớn. Câu Phật hiệu này quyết định không phải giả. Chúng ta đã nhìn thấy những người này. Pháp sư Tu Vô cách chúng ta không lâu, đầu năm Dân Quốc, ông thợ vá nồi, đệ tử của Pháp sư Đế Nhàn, cũng ở trong niên đại này. Rất gần đây, ở Thẩm Quyến, có cư sĩ Hoàng Trung Sương, 30 mấy tuổi, thọ mạng ông không màng, chỉ niệm Phật cầu vãng sanh. Ở Thẩm Quyến ông bế quan, Hướng Tiểu Lợi hộ trì. Thời hạn bế quan là 3 năm, nhưng mới có 2 năm 10 tháng, thiếu 2 tháng nữa là tròn 3 năm, thì ông vãng sanh. Biết trước thời gian ra đi, ông nghe người xưa nói niệm Phật 3 năm có thể vãng sanh. Ông muốn kiểm tra xem thật hay giả, cho nên thọ mạng còn, ông cũng không màng. Người này đã từng nghe tôi giảng kinh, ông phát tâm làm thử, quả nhiên thành công. Điều này là thật chứ không giả. Ông đã về thế giới Cực Lạc, cho nên mỗi niệm của câu Phật hiệu đều tương ưng với bổn giác. Bổn giác là bất sanh bất diệt, vì thế mỗi niệm đều là thủy giác. Tâm niệm Phật này tương ưng cùng với tự tánh của mình, không hoài nghi, không xen tạp, không gián đoạn. Mỗi niệm đều tương ưng, cho nên thủy bổn bất nhị, sanh Phật bất nhị. Nhất niệm tương ưng nhất niệm Phật, niệm niệm tương ưng niệm niệm Phật, công đức niệm Phật thật không thể nghĩ bàn. Cảm ơn Lão Hòa Thượng từ bi khai thị cho chúng con.谢谢师父慈悲开示，我们继续念佛。西方极乐。No.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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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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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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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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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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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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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请放腿。
我们先各背为相。愿以此功德，愿以此功德，回向善尽下风老法师，回向善尽下风老法师，法体安康，法体安康，久住世间，久住世间，常转法轮，常转法轮，广度众生，广度众生。愿以此功德，愿以此功德，回向 Bankstown Restwell Street， 回向 Bankstown Restwell Street， 82号、84号、86号、88号地基组，86号、88号地基组，消除业障，消除业障。上报是种恩，上报是种恩，下济三途苦，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同生极乐国。愿以此功德，愿以此功德，回向世界各地遇难众生，回向世界各地遇难众生，回向十方一法师，回向十方一法师，愿天佑法居士，愿天佑居士，林锦霞居士，林锦霞居士，张温迪居士，张温迪居士，童念良居士，童念良居士，陈方海居士，陈方海居士，周铁霞居士，周铁霞居士，王丽良居士，王丽良居士。东努门卡居士，东努门卡居士，周盈英居士，周盈英居士，回向雪梨净宗学位，回向雪梨净宗学位，消灾延寿中等，消灾延寿中等，累劫冤亲债主，累劫冤亲债主。晚山坛山，晚山坛山，中等神灵，中等神灵，愿以此功德，愿以此功德，祈求风调雨顺，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国泰民安，世界和平，世界和平。一切众生消灾免难，一切众生消灾免难，离苦得乐，离苦得乐。弟子祝修，弟子正念间，愿以此中间念佛功德，愿以此中间念佛功德，回向累劫冤亲债主，回向累劫冤亲债主，往生西方极乐净土，往生西方极乐净土，愿以此诵经念佛功德，愿以此诵经念佛功德，回向世界各地已各地已经早日化解，回向世界各地已经早日化解。世界和平，世界和平，国泰民安，国泰民安，风调雨顺，风调雨顺，因疫情而生病的众生早日康复，因疫情而生病的众生早日康复，因疫情而罹难的众生，
早日超生净土，早日超生净土，蒙阿弥陀佛接引，蒙阿弥陀佛接引，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上报是重恩，上报是重恩，下济三途苦，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同生极乐国。Sure.
半月中生第一界大大八五上行就Cheers.